あら、始まった。晚安。小顾问我来了，好，晚安，一人晚安。大家晚安，卡丘主播晚上好，晚上好。旅馆空巴空巴巴，我给你个晚安晚安。谢谢卡丘送我心脏巧克力，谢谢甲骨文送我蓝色姻缘棒。晚安，小克拉樱花在学中文，空巴巴。好怀念的歌曲，对呀、啊，也是 AKB 的。主播晚上好，晚上好。终于看完表演去吃饭，抱歉前天没来看，没关系。主播晚上好，晚上好。好帅呀！好怀念，对不对？我也觉得。ATM 晚上啊，小小哥，晚上好 ，Jimmy，Hello。今天是 Half Up 吗？对呀、啊，这样。哇、啊，好厉害哟、哦！知道 Half Up 就可以了。小林，晚上好。卢卡能当不良吗？欸，我想当当看。欸，我觉得他们穿的很帅啊。在外面吃饭边吃看，边吃边看卢卡。好，谢谢。安安卢卡贝晚安。米柚晚上好。草莓酱晚上好，谢谢。谢谢你说我好漂亮。韦泽晚上好。啊，阿德夫さんこんばんは。Thank you。今天的 Luca 也好可爱，谢谢。Luca 酱的发型好皮。对呀。好像妮妮也是这个发型。滴答答滴答。刘佳慧跟进大人讨论富士山话题吗？哎，好像没有讨论过。卢卡晚安，晚安啊！谢谢甲骨文送的母羊宝宝。继续。小易 ，Hello， 卢卡 ，Hello，Hello， 小易。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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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ルカは晩ご飯食べましたか？うん、我已经吃完晚餐了。刘佳麻又想约你吃饭，我也是哎，就是现在都没时间跟他们一起吃饭。喜欢你的衣服好红，我也喜欢红色。ルカ晚上好，晚上好。刘佳吃了什么？我吃了，突然忘记，炒猪肉，还有味噌汤、白饭。就是普通的日本料理呢。何食べたっけ今日。主播晚上好，落日一下哦。还没想到晚上好，谢谢宅元送我蓝色芋圆棒，谢谢米柚送我心脏巧克力，好想吃，我妈做的。John Connor 晚上好，马瑶羡慕你很瘦，
还好，我其实没那么瘦。你最近忙着练习吗？对呀、大家都很忙。这样也很好，有好好吃饭就好。那个说的，谢谢伟哲送我的生日愿棒。这个中文版也很好听。一个啊，晚上好，生日会的票买好了，谢谢，期待跟你们见面。今天是两个小时吗？对，今天也到十点。吉米粥，谢谢你的新棒巧克力。尾鱼鲁卡，晚安，晚安。啊，我是鲁卡比星星。中文版没听得懂歌词，什么意思？歌词没出来吗？还是？我没买到，真假的？是不是卖完了？没抢到票啊、真的、好，那就期待跟你们见面。拜托，我又不是你妈妈。主播晚上好，晚上好。这次的票太抢手哦，有买到票很开心耶！绿卡眼睛，眼睛好好看，谢谢你。买到了四分钟就卖完了，哇！中午秒杀，原来如此。今天是唱歌频道吗？应该会唱歌，可是现在跟你们聊天。坤坤晚上好，米酒晚上好。甜甜的礼卡物，哎 ，Happy Love， 有准时买到了，哎，太棒了！刘家知道你的台语名字怎么念？不知道哎。谢谢季风亮送我那个一元棒，谢谢贾古文送我巧克力。谢谢力抱芊芊分享我的直播间，赖赖晚上好。赖赖莫赖比伊那诺。这首我其实很想唱，很想在演唱会上唱歌。要是你了，谢谢坤坤，谢谢坤坤送我巧克力。卢卡周日的玉林曲跳得很棒，谢谢啊！对，你们看，这是那时候的气球。蓝雨自称，对，奥卡米的普莱德 SKE 的歌，已经没有那个，他不会玩唱。谢谢陈云送我荧光棒，把气球带回来了。对啊，纪念，气球可以带回家。对啊，原来还有这，对，因为没有人带回家就很可怜。晚上好，米酒没气了。对啊，没气了。mini 之后的 mini 控会期待 Luca 的表演。好。我会加油的。我以为气球要回收，下次再用。不会，每次都是新的。有家在台湾有驾照，有啊，我会开车，可是拿到驾照后就很少机会可以开车。晚上好，绿卡江宏威，晚上好。会开车好厉害。真的吗？很喜欢尾巴的组合，我也很喜欢他们两个。啊，你有驾照？有啊，可是我没有汽车的，只有普通的车。好厉害，我考到驾照都还没开过，现在都不敢开。对，我跟你一模一样，我考的时候很开心，可是之后就没机会开，然后就觉得很可怕。开车不难啊，要停车才麻烦。哦，对啊，停车真的比较麻烦。日本驾照可以在台湾开车吗？好像要申请。我是在台湾拿到驾照的，因为台湾比较便宜。有家开车先通知，我们会小心。真的假的？你考驾照？对呀。你会在外面停车吗？就是我在驾训班的时候，我们会开外面，然后有停过，可是。平常话没有。主播晚上好，晚上好，越开越，
越不开就越不敢开，没错，因为台北不好停车，对，很少走到停车位，而且停车费很贵。实际在路上开车感觉很可怕，对啊，天使尾巴站跟妮卡妮娜这组合很喜欢，我也很喜欢，他们两个人都很好，都是很温柔，甜甜的那个。日本比较难考的感觉，好像是哎，而且很贵，好像要住那边怎样怎样。日本考驾照真的很贵，真的。卢卡酱晚上好，第一次看你的直播啊、哦，你好，小姨晚上好。台湾驾照好像蛮好用，对对对，其实回日本的时候也可以，就是申请。阿德晚上好，最近正在学哦，加油！终于有准时买到票，谢谢 Happy 乐。大家都是考上以后开始学开车，原来。考完统测想去看 Luca， 好，等你。我怎么那么？主播晚上好，晚上好，福威。这首歌我也很想唱。尤佳妹妹在哦，不在不在。莉卡跟卢卡差点喊错，很像对不对？要记得安全岛按喇叭，他不会想好。哦，谢谢 Happy Love 送我啾啾。我也有买到生日会的票，谢谢青苹果耶。とんかつにはお醤油逃げは電気シェーバーフリーフよりトランクスアイユー今天买好生日会门票，期待，好，我也期待跟你见面。从 Daisy 看韩寒、露卡、小迪，哦，原来你喜欢彩蝶前辈跟小迪前辈，他们两个也很可爱。超哥晚上好，ハートの独占権と。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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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扰的吧，绿卡、绿卡、玲玲、玲玲，听起来都好像。对，玲玲跟妮妮，我们也常常听错。希望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你们三个跳天使尾巴，感觉很棒。希望我也很希望下次可以再跟他们两个一起跳。生日会票却秒杀，真的。卢卡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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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我也想，ドイツじゃないの？私？多分違う。マユちゃんとルカちゃんで僕のハートの独占権。あ、でもマユちゃんと踊るの踊りたいな。これはアカリンとケイチの。皆さんが一番好きなのはルカちゃんですよね。マリアマさんは。焼きにはケチャップ、今日のルカちゃんのファッションチェックしていい？じゃん。今日は赤リッドです。フリーフよりトランクス愛よ、ここで諦められもらおう、二人のうちどちらかを、そうよ彼の本命と言えば、私か私か、なんかめでたいことでもあったの？別にない。別にないです。唱得我起鸡皮啊，谢谢。
がとう。あとの独占権好きなの私。さあどっち？想看卢卡。私。我也想看你。卢卡，你去过台中吗？有啊，台中很好玩呢。次はまゆちゃんに伝わって風船を持って帰って。風船？やっぱオリジナルのミルキーとユキリンのがいいよな。ああ、私もあの二人の見るの好き。ミルキーかわいい。あ、ミルキー先輩かわいい。ルカのウェーバー超棒、谢谢！ルカ来台南玩。え、我很想去玩ね。台南的东西超好吃。真的、随便。我上次就是去台南的时候，随便买一个东西，发现觉得都很好吃。あ、曲止まっちゃった。ルカちゃん誰推しだったの？あ、うるさい。ごめんね。ルカちゃん誰推しだったの？私ね、あの大島優子さんが好きだった。ルカ対ユキリンマ。我最喜欢的是大岛优子前辈，可是 Yuki 林前辈也很，我觉得很漂亮，很可爱。真的有空的话一定要去台南，嗯，我也很想去，便宜又好吃，对，重点是便宜，而且很好吃。台南真的很多美食，对。台中公车烧烤十公里免费，超过十公里最高只收十块钱，真的哦，这么便宜。マジスカも好きやった。マジスカ見てないけど、さっきの曲は好きだった。ルカ、ウェイさん、拳が語る言葉。あ、我不会唱的歌詞。日本那边开的是ゆいゆいかなこ。あー、なこちゃんも很喜欢。あ、ケイ推しって言ってたっけ？割とケイの人たちが好き。我也想去台湾。来呀。很喜欢台南的牛肉汤。牛肉汤，我好像没吃，没有在那边吃过。有家吃去过高美湿地吗？好像有哎、欸，好像有，是那个有很多树的那里吗？好想看那个跳，我那个把脸顶，我搞给他，下次我会去，因为我不会跳，这种不会跳。生日会的话，我抢到了，等着去看卢卡，好期待。卢卡ちゃん、この歌知りますか？アイドルの王者。あ、わかんないわ。後で流す。電車ウェブ。さっきの歌わからん。まだ配信見てないもん。さっきあのマジスカロックンロール流してたの。マジスカロックンロール。生日会的票根本是秒杀，真的。哦，其实我们是蛮开心的。表示很多人想来看我们，帮我们庆祝。卢卡，下次迷宫有想唱的歌吗 ？Confession， 我想唱看。マジスカロックンロールか懐かしい。倒霉，辛苦你跑两边。十二点就准备卖了，真的哦？这你们都怎么买的？是在便利商店还是？手机就可以了。Confession 很帅气，很性感，对啊。你刚刚讲的声音应该是万有声音，啊哎，好厉害哦！对，那我刚刚跟那个搞混，可是刚刚你说的高美湿地，我有去，我应该有去过，网络也可以买，真的、哦。手机原来。マジスカ学園見てないなら絶対見るべき。そうだね、AKB 入ったから。ちょっと昔のもやっぱり見ようかな。ハピラパを一起买的，他好厉害！哇，网页打开，等着十二点到，大家都拼手速。原来 ，mini con 的票就要去全家买哦。主播晚上好。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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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谢谢嘉哥送我母羊宝宝，哒哒哒。其实好像59分就开了，真的、哦。いつか TTT でみんなヤンキードラマ出るかもだし。あ、やりたい。でも面白そうじゃない？感觉很好玩，大家都当不良少女。ルカちゃんこんばんは。香菇こんばんは。
我很期待粉丝俱乐部，以后可能不用那么辛苦抢票哦，有可能。なるほど、そういうことか。刘家都听什么台湾歌曲？台湾歌曲我其实很少听，就是最听的就是 Team TP 的歌。ゆかちゃん一番最初にやられるキャラ？いやいやいや、それはない。ザコキャラみたいな一個。然后晚上的烧烤系统还出问题，快昏倒。哦，辛苦了。ゆか喜欢哪两种颜色？粉红色跟橘色。榴莲少年，对对对对对，榴莲少年，台湾でやったやつでね。二月生日会有播，真的。嗯。罗志祥啊，罗志祥我知道。练舞辛苦了，那天看得很开心。榴莲耶，当初这首在台湾拍 MV， 我知道啊，而且还穿那个淡江高中的制服。ゆかちゃん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ザコキャラになりたい？別になりたくない。我不想当ザコキャラ。昔リリポンに謎に気に入られてた。リリポン、いやあれ、あの人でしょ、あの結婚発言の先輩。ゆか有電影很迷人。あー、ミニコア大孫ハノカ、谢谢你。あ、有電、あ、電源か。对不起、讲错。所以ルカの颜色就是粉色加橘色咯。我有想那个杏色、杏色、わかんない。アプリコットっていう色がいい。総選挙で結婚宣言したね。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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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の方ですよね。我没看到 A さん。我真假的？可惜。而且我有去当这首里面，真假的，这么好，什么颜色？对对对对，米有讲的那个颜色，很像橘淡橘色。冰大叔晚安。参加部って日本からでも加入できるのかな？できるんだったら入ってください。而且三场都在前三排哦，这么运气这么好，很前的橘色呢。荧光棒可能没有新的，对啊。可是荧光棒有的颜色，基本上其他成员都抢光光。我心面叮叮的するけどね。那你呢 ？TP 的音乐棒有几种颜色？好像有七种，是吗？当时我朋友丽丽捧推，对啊，我觉得粉丝很可怜呢。如果我是他的粉丝，我也会很难过。重复又没关系，这样你们会觉得自己粉丝很多。真的，我不知道第一集有没有粉红色跟橘色的，好像有哈。ファンクラブ多分推しメン設定できるから。そうなの？おしべとめしべ夜のチューチュー歌流そっかしらじゃん前夜、何？夜のチューチューでも多分歌えない。よじゃあ知った台語不知道怎讲吧。台語不知道わんじゃい台語。前面们都当场傻眼。对，如果 我在那边我一定会傻眼。結構僕結構それいいと思ってたんだけどな。何が？夜蝶は想看。結婚？对对对。目前好像每天有人选粉红色跟橘色。哦，真的？那我粉红色跟橘色好了。baby。Hi hi Luca, I love you baby baby。想跟谁夜蝶呢？我上次好像有讲，你跳尾巴真的很棒，谢谢。橘色只有小型的黄加橘而已。哦，原来
台语有标准，有抢到票跟刘佳讲台语。好，谢谢你。刘佳喜欢淡橘吗？蛮喜欢。朋友这么大，我都知道。哎，すごい。Baby 的新制服好好看。Baby 的新制服。噔噔噔噔噔，这个有制服哦。MC 哎，那个 Sakura 组有跳这首歌，超可爱。就是新歌里面我最喜欢这首歌，可是听说很难跳，不知道 Daisy 组有没有机会，之后有没有机会跳这首？你们的新制服很漂亮哦，那个黄色跟咖啡色那个，天使的尻尾没加你啊，谢谢你。确定原色加，原色粉加橘吗？来去更新资料，那我再考虑一下。目前我是想是粉红色跟橘色。我以为 Love Tree 比较难跳啊。哦，对吼，好像有 Love Tree， 但是舞蹈老师说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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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手的动作，就是有很多小动作比较复杂。不要说我跳的地方超级帅的，真的真的超帅。B 组的歌都是帅气的，什么 River Love Tree。可是初日也是好歌，对不对？对不对？我也很喜欢初日。初日酱晚上好。Luca， 我都有喊 Luca， 谢谢。刘佳听过客家话吗？有听过，可是完全听不懂。可是我都没注意手部的小动作。你们都会注意点，对不对？出入超赞，真的超棒。出入出来超感动，真的。哎，Daisy Luca讲一句吧，有那个妙比讲，思雅前辈比我大一岁。我是第二个大的。对，出入一开始原正吗？听了好感动，好想哭。你们就是好像有 ，Angie， 我又忘记了，原正吗？是不是听到这个就下一首是一定是初日的？初日一下去就是爆了哦！妈的，我连嗨都弄的呢。错，可惜了。在原阵，谢谢。可惜为难的是我，可惜你记得记得。那我们应该很难吧？好像很难，可是我们没有跳过。那我们，开灯后看到要拍有点意外，对，那因为他是秘密的 special guest， 有一家穿红色，对，我今日寿星哦，你今天生日吗？恭喜，我没得过，生日快乐，年上なんですよね，めっちゃ可愛い声で言う，そう年上なんですよね，こんばんは、初見です。お披露目からずっとルカのこと気になってきました。あれ、日本の方かな？日本語うまくない？コバンさん、はじめまして。以为是太累的感觉。我也是今天生日、真的假的？生日快乐！南美乃さん、生日快乐！后来看到駅的时候也很惊讶。啊，对啊。めっちゃ痛い。やめて。未来有机会演出《Kimi wa Melody》经典歌曲吗？希望有，因为目前还没有。めでたい日ですね、本当に。没关系，你们慢慢来，先把现在的歌曲练熟就很厉害。客家话来教刘佳讲，好啊，可以教我。ルカちゃん、チーム K の曲やりたかったりするの？やりたい。私、あれやりたいの。秋元才加さんのあの、ゴリラのやつ。我很想唱、うほうほほ。可是我不知道、姐姐们会不会叫我们唱这首。そう。五月迷你空、还有歌曲大风吹、到时你们有得练。祝福 TTP 成为 AKB 姐妹团最哦，谢谢你，我们会加油的。哦耶！光光晚上好，
你要当星星王吗？其实我蛮想当的。你是学员已经被翻唱了，不会等多久。好，那我们很期待。Yuka 最有活力。Yuka 讲古力的腹肌，やってみたい，やってみたい。因为我其实我很喜欢秋元才加前辈，所以就是，如果姐姐们叫我当那个，我是蛮愿意的。Yuka 你好，你好。Yuka 平常的兴趣是什么呢？不知道有没有人问过。我平常唱歌跳舞啊，还有吃东西睡觉，还有什么？我很喜欢运动。Yuka 上外线，希望会被抽到好位置。嗯，加油！吴一和晚上好。不用的，星星王镜头在那首歌里最逗，我知道，我知道。我哈刘佳慧不高兴吗？一个单元要怎么跟我讲？台湾人的节目全部过去，后面都是我刚刚才说的。哦，哎，你日文真的很厉害。この曲好き，我也很喜欢。High Tension 泰文版超级酷，真的、哦，我没听过哎。啊，我喜欢羽球跟排球，我以前是排球队。羽毛球也很棒，期待跟卢卡玩啊！我也期待。刘佳第一次报名，你会紧张吧？应该报名是报名，不过懂吗？刘佳想要健身角色定位哦。以前我真的很喜欢运动，运动性给你哦。啊，めちゃめちゃいいっすよ、実は。いい方なんですよ。我100公尺最快是 14.9。 見えない、あ、でも見えないって言われてめちゃめちゃ良かったらなんか良くないですか？おばさんなのに。あ、でもね、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最快运动，现在就越来越最新歌 MNL48 最新歌好像就是这首歌，还真的真的听起来好像蛮快的。嗯，我不是田径队的，可是，就是比一般人比起来，就是还蛮快。希望 TTT 有运动会气氛，嗯，我也很期待。嗯，每一次会紧张，但后面不会紧张了。嗯，谁敢搞最不会打排球的？真的。对啊，其实我一开始也不太会，就是手会痛痛。欣婷晚上好。有加百米六秒哦，没那么快，六秒太快。期待 TTP 有像 AKB 我那样的节目，真的，希望之后有，没有被田径队，因为。国中的时候，嗯，我们学校有田径队吗？忘记了。可是校内田径比赛我都有参加，我都有得名。又该讲公猫，公猫啊！刘佳尾巴好可爱，谢谢。当当，他第一次报名 TP， 甄选有拍到 MV。嗯。最想要真实诶秀哦，我知道，我有看，然后就是里面有很多什么真心话吗？就是会爆料他的秘密。我相信刘佳是甜心队。ゆかちゃん、この曲知りますか？泣きながら微笑んで。わかんない。今聞こじゃん。なんでこんな懐かしい曲ばっか流すの？いや、私一番 AKB 知ってたのがそれぐらいの時期なので。迷う的地图、泡最经典。
两种跟有什么中间？ね、面白いよね、あの番組。泣きながら微笑んだ優子のそれぞれだけど、あれ？なんで知らなかったんだろう。そっか、だから教えてくれたんだ。ありがとう。逆にこっちが聞きたい。谢谢谢谢便送我新之光，这首很感人，好想看歌词哦。我喜欢上呢，这首好听，我觉得他唱歌很厉害，但我比较喜欢他的跳舞。这首小巨蛋的时候，冈田奈奈前辈好像有唱，真的。气球可爱，对对，这是天使尾巴的时候的气球。气球。慢慢放开双手，看白色云的飘香。要开始打球了吗？跟你玩，嘿。你可以看向前走，哦，这个 我有看过，已经飘不起来的气球。对啊，我最近打球了。24歳的冷静に何してるのか。まだ23だよ。我现在23岁。よし、あー！あんだね。よし、あー！どうす？変わらん。まあ確かに。我是球打我，好，这是背。你现在大腿也享受？不对呀，啊，我的大腿就是现在肌肉变少了，所以想要肌肉。有这样玩球 OK， 谢谢。打气球、排球，只是这个球太小了，很难打。谢谢把球送我，心心相印。我是球的士，真乖，耶耶耶耶！啊，不是乖乖，你是道明，对不起，讲错了，你是球。次は虫のバラード聞きましょう。わかった。大家轮流排球单曲。是章鱼烧捏我，好，我今这边还有，会捏你，捏你，捏你吧，捏你吧，捏。我不要被打，好，那，来了，秋元さんもあった。僕は横でこいつら何してるんだよ、クエルは。いいわよ、捏你你，不要偷你你的自信。有家捏我，捏到你，捏捏捏。有家，你第一次看到阿布桑，觉得很漂亮吧？哎，我没有看过他，哎，就是没有跟他见面过，可是他一定长得很漂亮。ゆかちゃん、この曲歌えるかな？歌えない。ごめんね。でも。学ぼうかな。ゆうちゃん衣服好好看，谢谢。穿姿势对对对，刚刚那个中堪一山告诉我，这是秋元才加前辈的 solo， 诶 solo 曲。有家喜欢年饭吗？超喜欢的，嗯。有看过阿布的 IG 吧？哦，有有有。啊，你说第一次看到他照片的时候呢，很好看啊。有家喜欢听 Team K 的歌呢。我因为我喜欢秋元才加前辈跟大岛那个柚子前辈，可是他们的歌的话，我觉得你们比较，AKB 的歌的话，可能就是你们比较熟。我是女范，我知道。
对不起，我是南方。哎，南方也很喜欢。都很喜欢。名曲だわ。本当に。我是南方。南方也很喜欢啊。阿布桑有点韩风的感觉。好像也可以这么讲。我愿意变女粉。我可以为了刘佳健女粉。没关系啦，你们不用感谢。刘佳可以去看 TMSH 一周年视频。好，送我什么饭姐妹。嗨，希望今年跟 Luca度过快乐的生日。我也想大家都要女装去，我所谓不用啦。我的性别已经不能改回来，对不对？如果刘佳看到你的前辈阿布桑会兴奋，一定会啊。我下次就会是女粉。哎，宫田留下刘佳，嗨！めっちゃコメント流されるえ、だってさゆかちゃんがチーム TP に入りたいなと思ったきっかけは何ですか、知りたいです。他问我为什么就是加入 Team TP 的动机，就是一开始我在 IG 上看到广告，然后就觉得原来有那个招二期生，然后就觉得，然后因为我本来就知道他们台湾有 Team TP， 而且我有看过他们的 MV， 也知道里面有几个日本人，我都有关注，所以就觉得一开始就是没有想很多，想报名看看，结果就上了，超开心。この曲好きですか？転がる石になる。あ、すごい、いろいろ教えてくれる。長そう。あ、そっか、これもチーム K の曲。いや、しっかり対応しろよ。え、じゃあもっと嬉しいこと言って。你的声音好像蛮有。え、真的吗？蛮有前辈。我是觉得不像啦。哒哒哒哒哒。刘佳当初你一起生有想报名？哦，我有看过，因为那时候我的朋友很喜欢 AKB， 他们也有就是说。哎，现在台湾有招一期生，可是那时候我课业比较忙，所以没有想，没有那么想。对，我是没有报名。Happy 刘加油，谢谢。没记错的话，刘加喜欢七七前辈对吧？对啊，超喜欢。有筛选的时候有考察中文水平吗？没有哎，可是他们有问我的中文程度是怎么样。ルカ进 TTP 有比较喜欢的成员吗？刘月琴前辈。啊，形容詞としては転がる石は絶対知っておくべき。嗨。那你现在有被你那喜欢 AKB 的朋友常出去吃饭吗？没有哎，没有了。因为现在很忙。谢谢送 Ben 送我啾啾。讲道理不看简介，根本不知道 Luca 是日本人。同学会看我直播吗？应该不会，没有吧？我不知道哎。妈又说你太瘦了，还要瘦大腿哦。可是，我不会再瘦，可是我想要肌肉，就是。我还是有肥肉。中文应该不是太大问题，美玲前辈也是加入后才学中文的。我知道，因为我那时候他报名 AKB 的 Team TP 的时候，我有关注他。他就是他一开始在上的时候说，
我现在不会讲中文，可是我会加油的之类的话。就该讲当初怎么会想来台湾念书，一开始是我爸的工作的关系，偷看的同学们快速，没关系啊，我是不会尴尬。で、曲長さんの、そうだ。コメント読んでるからね。要加进 TDP 之前有喜欢的成员吗？就是刘雨晴前辈。还有那个，最喜欢的是雨晴前辈，然后觉得诗雅前辈、Mina 前辈、小迪前辈他们都很可爱。然后后来不是被分那个组吗？然后想说刚好我喜欢的成员。都是在 A 组，所以我很开心。Luka 虽然中文有日本腔，但很流利。真的吗？谢谢你。肌肉担当，我想当。我连的预警，几个的笑。那教过 Luka 在偷看老师的快速生。TTP 没有不可爱的成员，真的，大家都很可爱。可是我发现，就是照片跟本人不太一样。我发现他本人比较好看，因为他喜欢的都在 A 组。对呀、啊，真的好有缘分，也有被分到同一组。我其实蛮开心的，没有跟雨晴姐被分到组，好可惜。没关系，我跟他分一起同组，我可能会一直都很紧张。じゃあ、俺乗るか？え、でもファンじゃないってさっき。写真写りとかあるからね。でも本当にみんな会った時にはみんなめっちゃ可愛いって思った。我真心觉得我第一次当面看他们的时候就觉得大家都超级可爱。刘 佳喜欢紫萱前辈吗？我觉得她很有气质，很漂亮。可是我目前还没有跟他见过面，所以就是蛮期待。真的本人比较好看，超级好看。以前的公司他的在摄影师，我觉得卢卡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哇、哦，ありがとう，谢谢你。写真多少都会修过，好像是诶。可是，就是本人真的很，他们本人真的很可爱。我觉得你是二学生最可爱的，谢谢，ありがとう。子萱真的很有气质，看你推荐，我很想跟他聊天。第一次的公司当满满的素人感，现在越拍越好看，应该是他们越来越漂亮。我不知道还是他们本来就很漂亮，可是摄影师越来越 都知道了。アイドルみんなそうやね、リアルであったら顔小さい。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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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顔の大きい、脸的大小其实照片就不知道，不太知道。就是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大家都脸很小。开始期待就他的第一次升学证。你下次可以找布丁子轩前辈，有时候跟布丁前辈试训，你可以哦。好，布丁前辈，我也好想跟他聊天，因为我跟他不同组，所以我目前是没有跟他聊过天。期待刘佳的升学证，应该差不多该公布了。第一次见到成员也被吓到，每个人都很小，真的。卢卡直播间很好看，Thank you，谢谢 Happy Love。摄影师的功力要再加强。卢 卡出生前一定要报，一定会买报，好，ありがとう。找机会来，我先。都是跟 A 组的前辈聊天，其他组的前辈就是比较没有时间聊天。Team TP 二七三里面一番好きなメンバー、ルカちゃんです。谢谢。我听到这个真的很开心。
卢卡ちゃん、なんとかして。あ、你说在日本没办法买三鞋照吗？なんとかしてあげたいけどね。ルカちゃん、ティーム K 推しですか？自分はサイちゃん推しでした。あ、宮沢サイさんね。あの人も、あの先輩もすごい人だよね。那前辈很厉害。不然好想买。好，那就期待一下喽。Hello，晚安，こんばんちゃ、こんばんちゃ。这是一圈，哎，人一圈可能没有出刘家的。好可惜，对，我们没有，我目前没有穿过夕阳的制服。对呀，喂，没关系呀，希望之后会有机会。不同组不同时间练习，对对对，我们会被分开。你们2级社员会交流，情报，聊聊你们在各组过得如何，前辈如何？会，我们2级生的话，我们就是常常跟他们聊天。じゃあ2期生一番可愛いのはリンリンだと思います。そういうこと言わないでよ。でも私2期生で一番可愛いのはね、私アーリーの顔が好きなの。二期生里面我其实最喜欢アーリーの脸。希望下次有机会看到刘佳本人。好，我也期待跟你见面。刘佳觉得阿潘前辈怎么样？哦，他超强的欸，他跳舞跟那个跳舞也很厉害，而且日文也很厉害。顔わからん。じゃあ調べて。アリ长得超，他长得很漂亮。这次是安安跟汪汪先穿过夕阳的制服，对，他们最后还说很开心。我也其实蛮想穿，可是游玩之前的那个制服也很好看。当时以为这个会出2期的，结果没有。对，我们也是当天才知道哦，好像没有卖我们的。可是这个就有我们，这是公司送我们的。TP 周边不送海外，我只有找代购。哦，对，刚刚那个有一个日本粉丝也这样讲。刘佳找机会来跟梅姨妈要在 IG 一起拍影片，我也想。啊，僕に大人すぎる顔立ちなの。あ、子供っぽい方が好きなんですか？でもまゆちゃん大人っぽくない？可是我觉得麻友的脸也是比较成熟的。可是阿潘电到腰痛，对，他超辛苦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查库拉组跟那个 Daisy 组一起练习，然后我们先跳 Daisy 的，然后下一个是查库拉组的，阿潘前辈都没有休息，就是 他很厉害，一定会有机会的。阿潘前辈的 MC 也很厉害，对，他讲话很厉害。麻衣ちゃんはなんか大きくなった妹みたいな。あ、確かに言われてみれば、そういうと。刚刚才说到代购类其前辈的圣诞 T 哦，真的哦。美玲前辈跟麻友两个都超好笑。麻友前辈跟美玲前辈，我也很喜，我以前很喜欢看他们两个的影片。啊，曲怎么叫的？谢谢甲骨文送我招福诗，好了，谢谢你。对，这个有我们，嘿嘿。我好想，我公司照好想换这个我不太喜欢现在的公司照，那个不是我们那个只是站墙壁然后拍的，所以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去比较专业的地方，なんて言えばいいんだろう、ちゃんとスタジオで撮ったのこれは。でもね、公式写真は。普通のカメラで。だから。我觉得这张超可爱，我也觉得大家都很可爱。AKB 公司的就是不好看，是传统，原来如此。好，我觉得换这个比较好看，真的真的。你有看圣诞节的影片吗？有，
蛮有前辈的 IG 有看啊，我那时候第一次跟他们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哎、欸，我有看你们的影片，那个圣诞节的很好笑。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欸，那你下次要不要一起？然后他说我可以当那个圣诞树，我说哦可以可以，我会站在后面，然后这样，我会这样啊不动。哒哒哒哒哒哒哒。卢卡明年也会有圣诞 T 吧？卢卡想怎么设计，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我不知道，因为这次圣诞 T 也不是只有两个人要卖吗？是我也不知道是公司决定谁要做还是あれどこ公式写真の方が本人よりも可愛い説あるけど、それはない、それはない。ルカ照片没事，真人好看，嗯，嬉しい。我觉得ルカ的公司照很好看，真的吗？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很紧张，所以没有笑得很开心。公司照片好，原来是传统。照片没办法展示 Luca 的魅力哦，亚瑟西，好贴心哦你们。三月的已经开卖结束了，三月的，哦，那是三月的吗？哎，我看来应该只是其实没有准备哦。なるほど，明年肯定有机会。好，那我期待一下。今天有看 Hello 哥哥是要有做巧克力芭乐炒饭哦，我还没看呢。等一下去看，感觉很好笑。哇，ファンの意見否定するのか？あれ、私否定したっけ？嗯？因为一月生日会没有你哦，对啊，那时候因为太赶，时间太赶的关系，所以你，嗯，你要等一年。未来一定有机会的，有就会买哈，谢谢你。まあファンじゃないけど知ってる。明年我买吧，好，谢谢你。欣然那次初登场看到本人，欸，跟公司上根本不同人。欣然那次初登场，欣然，あれ？いつだ？见面会那时候吗？有看到吃披萨的照片，影片吧？美玲前辈跟马友前辈两个都超搞笑，从那时候我就支持披萨的，我怎么没有印象？是最近的还是以前的？我等一下会去看。mini com 本人比较漂亮，谢谢你。峰峰晚上好。でもこれ公式写真に推し名選んでたらめっちゃ損じゃない？でそれだよね。だからみんなにねミニコン来てほしい。公式写真可愛い、本人は可愛すぎる。あー、ありがとう、谢谢你。等等要去找面面了。面面前辈会直播吗？我也好想看哦。以前的你可以去问麻友。好，ルカちゃん選んだ人とか絶対もう推し変してるよね。え、どういうこと？何それ。因为圣诞 T 七号好像是去年十一月决定的，所以你们年底才加入，所以没有圣诞。哦，原来我今天只有要看日卡而已。ありがとう，谢谢你，可以直播看直播看直播。嗨嗨，日卡，嗨艾斯，曲那那首，你今天好红对啊，红色的你都。哇，那你不是？嗯，僕も今日ルカちゃんしか見てないけど、あ、本当？嬉しいな、開心。まあでも本当に、他のメンバーのツーポンもいいよね。私もたまに見る。我也偶尔会看其他成员的直播。我看了半小时平衡的前辈就来看ルカ。ありがとう。平安前辈可愛いからね。平安等等、サイズ放在ルカ脸。
旁边好大一把，本当に。应该是扇子很大。とか言いながらめっちゃコメント流されるから信用しない。内容によります。優しいコメントはちゃんと読むよ。因为小慧在聊，在聊化妆就来打招呼哦，男生就听不懂哦。卢卡的扇子我要买，谢谢。不是，不是扇子，对不起，看错。是扇子吗？卢卡的扇子我要买，谢谢你，有我，这个就有我了，耶。あ、待って、曲流そうって言ったのに。应该是团体上吧？对对对对，我们的只有团体的。優しいコメントばっかしてたら育ちが悪いじゃん。そんなことないよ。私優しいコメントの方が好き。期待你们全员到齐在一起表演。嗯，全员，你说38个人还是？是全，你说不是组别是全员吗？好像没有。想听 Love Trip 好啊。哒哒哒哒。那我不用听 message 的。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B 组跳的超强。那个啊，肉肉前辈是 center， 他一开始这样超可爱。买团体的把路卡剪下来就好。各组现在都还有成员没参与公演哦，好像是哎。啊，你说的群啊，我大概懂了。对 ，A 组的话，法法前辈跟果果前辈还没，我还没跟他们一起表演过。刘佳刚，我看到影片，就是吃肯德基的影片。欸，这个我有印象。自从要跳这首戏后，我一直无限听这首哦，很好听。主播晚上好，晚上好。Love Trip 的原版 MV 真的好感人，好感人。吉吉，どんな教育？本当にね、意味わかんない教育だよね。Team SH 版的 MV 是把公这个资金都花光了，是因为去国外吗？人気アイドルになるための教育、まあ、アンチにも負けずにってことですか？这首歌的舞蹈很困难，对，好像是，应该不会困难，只是会很累。差不多也该出专辑了，歌也够了，嗯，我也觉得可以，我也在等下一个专辑。肉肉是我的神推，看到超级感动的哦，真的，对呀、啊，我也很喜欢他的那个 center， 我在前面在美女前面真的超搞笑，真的，因为去日本了哦，原来我把甜甜圈放进来了，耶，谢谢。哇，アンチとして見られてるひどいわ。だってそういうコメントばっかじゃない。我其实也有放，一起放。谢谢你歌手布，耶！僕も一応ファン名を名前に入れてるんだけど、確かに。あ、そうそう、あのね、日本でね、宮田のドーナツってあるんだよ。ちっちゃいやつなんだけど、日本有卖。日本的，不是，日本有卖宫田的小甜甜圈，你们可以去查查看。まゆちゃんめっちゃ可愛い、まゆちゃん大好き。これ優しいコメント、優しいと思います。まゆちゃん喜ぶよ。生誕イベント行きますよ。ちなみに誕生日は4月にルカちゃんと一緒です。どうじゃじゃどう。好，那。我们一起圣诞快，不是圣诞快乐，我们一起祝生日。
是你的吗？我是叮当鼠的分身。叮当鼠啊，少少健心的人，对不对？哎，宮田はカタカナが宮田なの。立刻上我们，马上去查看。宫田的小甜甜圈，日文的话叫宮田のドーナツ。又可以很适合唱可爱的歌曲，真的吗？那个甜甜圈多少？很便宜。又可以要跳看看啾啾啾吗？啾啾啾哦，那个感觉很辛苦。宮田のドーナツ啊，ノはじゃない、ノはひらがなだよ。甜甜的光，甜甜的甜甜圈。啾啾啾，我是觉得那时候很可爱，就是。那时候好像也跟天使的尾巴一样的高跟鞋，然后一直跳来跳去，感觉要练很久，但可以试试看。外国人が片言で言う感じではないんじゃない？我看是要前辈跳，好感动。他之前没有跳这首吗？现在前辈跳，很厉害。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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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ルカピチュルチュルソースリリンクこれ君だけにチュチュチュタタタタタ我先听完 Love Tree 再过チュチュチュ谢谢甲骨文送我母羊宝宝谢谢默默送我蓝色应援棒但是呀前辈的年纪有点不适合诶这样我也不适合跳去去去可是他真的看不出来他真的看不出来 比我年纪大他很年轻でもルカちゃんに天使の尻尾着させるの趣味が合いそうで诶なんでそういうこと言わないで頑張って踊ったんだもん天使の尻尾ルカ不是十六歳吗要去牛豆山那边真的很好看大家都很整齐的那去刘家是要看不出来比我年纪大对呀、啊、他真的他看起来真的像十几岁我不是说他幼稚 我是说他很年轻是呀前面的脸还是可以跳嗯他很可爱Luca 很有活力，还有当偶像的决心，这样就够了。TTP 的衣装まだ控えめだもんね。日本の衣装で考えたら、あ、確かに。日本的 AKB 常常有那个泳装，我是不敢穿啊。好好说话。Luca 有看过羽喵前辈的影片 IG 吗？有啊，欸，羽喵前辈超可爱的。Luca 好会说话。思雅前辈是永远的十八岁，没错。我播一下啾啾啾，啾啾啾有中文。等。日文版好了，羽喵前辈也是十八岁。ルカちゃんの水着あんまり着たくないんだよね。穿泳装好啊，多健康，多正面。思雅前辈是十八加七。あ、切っちゃった。じゃあ着なくていいわ。着なくていいなら着ない。まゆちゃんも15歳自称。あ、そうなの？水着着させたい健康的な思考あリンリンに言ってやろうチュチュチュ有中文但没有发行的不知道未来是 TMS 还是 SH 还是 TTP 来发对 TTP 有可能因为新型病毒也有发羽喵前面是十八加八诶他十八加七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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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めてリンリンでの僕の紳士イメージ壊さないでください。リンリンの前では紳士なんですか？やだな。以苗前辈跟随啊，前辈童年。如果是 TT 收入的话，希望有人机真的。确确确，原本是很多人一起跳的吗？我看这个版本有五六个，七个人吗？是吧？めっちゃ紳士だよ。じゃあバラしてやろうっと。ルカチ、那你在这是什么形象？紳士ではないよね、少なくとも。チーカラン、おー。原来。ダ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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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ダ期待値届くかな、命中するのかな、直接言葉にできないけど愛は届くかな、途中引き返そう、ほどけた心配。歌詞わかんない。なんか小分对，现在好多成员毕业哦，真的。当时 AKB48 从日本姐妹团挑七位持世代成员出来组小飘团，可能有没有？当时は渋谷さんが一番年上で17歳だけだったよね。あ、若いな、でもみんな若いんだ。ルカちゃん日本歌真的好好听，谢谢你。これ合ってる？それかな？ダ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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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んで行け。あ、渋谷さんか。渋谷？あ、渋谷さん。へえ。まさか東京の渋谷わからないとかないね。あ、さすがにわかるよ。でも私一人で東京の電車乗れない。我没办法一个人坐东京的电车。好像开始卡卡了。哦，真的，对不起，现在还是有卡，还是有点卡卡吗？八個分かる分かるけど、どこにあるかは分からない。怕人挤人，对，而且不是很复杂吗？不知道到底要坐哪一个才会到。我没有卡哦。哦，那就好。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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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田舎の人はみんなそうだから大丈夫。あ、そうなんだ。ハチ公は渋谷にあるよ。渋谷多分行ったことないかも私。僕だってヨーヨーカーあるもん。ああ、あった方が絶対便利だよね。在台湾、不管是来旅行的、我觉得买ヨーヨーカー比较方便。哒哒哒，杰心前辈，真假的？杰心前辈有来吗？哎，真的哎，杰心前辈，哎，我超喜欢听杰心前辈的那个 solo。365天的晚安。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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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夕阳有个 part 跟杰心前辈一起唱的。じゃあ対抗してるかちゃんも歌う？え、でもね、私台湾の365はあんまり得意じゃない。杰心前辈那段太神，真的。真的，听说很多粉丝听到杰心前辈唱歌就流眼泪。杰心前辈的纸飞机超好听，超级好听。我在后面听的时候，也就是很感动。没有卡，因为我有录卡。嬉しい。ここで先輩に舐めるのって教えておかないと。あ、でもね。そう、杰心前辈本当に歌上手なの。
听到说完那段真的哭了，我们也快哭了。哦，你们是真的有哭。杰心前面本来就唱歌很好听，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嗯，我们也知道。想听卢卡唱365好啊。里面有马友前辈、阿潘前辈，还有美玲前辈。诶，那哪里？啊咧，在雨喵前辈的 IG 里。哦，是那个吗？诶，誰だ？等一下，我看一下。哦哦，那个，我知道了，雨喵前是雨，我忘记是雨喵前辈了还是，就是他们讲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那种，就是比较难念的中文，难念的日文，对，那个我有看。杰心前面缺的是舞台哦，真的吗？可是他这次应该之后会越来越多了，因为他唱歌那么厉害。我现在二级生也缺舞台。杰心是歌姬，我知道他超强的。还要口言葉，对，绕口令かな。ジャイレえ、なんて読むんだ。ジョイアイスかな、合ってるかな。晚上好。インディラン晚上好。タタタ。梅月有点干哦，对，没音乐了。对啊，想看更多卢卡，对。现在活动越来越多了，舞台会一直有的，嗯，希望一直有。现在分三组，大家都有表现机会的，加油！好，会加油的。でも舞台上がれる前にいっぱい練習しないとね。それね、本当に、本当に大変だよ練習。カチューシャにしよう。杰心前辈适合乐团，没选上选拔很可惜。对啊，他什么都会，可是我相信之后还会有这样的计划，他一定会被选上，对不对？でもルカちゃんにとって練習時間だけいっぱいあるよね。あ、でもね、そんなことはないよ。カチューシャ、そう。あ、止まっちゃった。外しながら。乐团可以，搞不好下次。对啊，对啊。说不定杰心前辈一个人可以跟他们一起 battle 之类的。哎，我觉得他一个人也可以表演呢，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夏曲で一番好きな曲ある ？AKB 里面的吗？这首歌我蛮喜欢的，でも AKB 的曲，夏的曲結構いっぱいあるから。我觉得主唱是何杰心前辈哦，他对啊，他唱歌那么厉害。当当，杰心一个人可以 PK 整个乐团，没错，他什么都会，他可以边唱边那个弹吉他，然后还会他。不是还会那个吗？那个叫什么？恰恰恰！想看刘佳跳《本家失恋》，失恋那首是最新的那首歌吗？爵士鼓，对，爵士鼓。杰心前面有几首，他可以自己 cover 一首歌。对啊，没错。一个人应该蛮难的，对啊，只是他应该会呵呵那么厉害。
呀嘿呀，一定很可爱哦。谢谢你，那我会，我蛮支持杰心前辈，我也很喜欢他。想听卢卡唱48句之外的中文歌。我也想唱，可是我担心版权问题。你应该可以唱，应该可以唱，只是不知道要唱什么歌。でルカちゃん歌うことと吹くことしかできないの。楽器はね、でもピアノができるから、で、あの木琴、木琴也会一点点、因为会钢琴、木琴也一定会。ルカ可以找杰心合作 cover。 哦，弹贝斯目前应该只有川俗前辈会。我会吹贝斯，贝斯你们知道贝斯竖笛吗？他可以用弹，我可以用吹的。木琴舐めすぎ。あ、でもやってるからわかるよ。すごい、本当にもう上手な人は、なんだろう、もう一度に4本持ってもうバンバンバンってやるから。まあ、舐めてはない。わかるからちゃんとその辺は。アキー前辈也会钢琴。あ、他钢琴超厉害。我没有那么厉害。对。可以唱电影的。不敢，好啦，可以唱的吧？好多前辈都在唱的哦，真的吗？想听刘佳唱台语。卢卡会贝斯，我只会吹贝斯，是不是？我会吹长笛，哦，那么厉害。百颂，哦，不是百颂，是贝斯竖笛。竖笛有两种，一个是普通的，一个是比较大一点的。子萱前辈又结灯一个哦，好，对，好像上次有粉丝告诉我，以后有机会你可以请他表演给你看，他也会音乐是不是？好像很会音乐。我也学过普通竖笛哦，真的好厉害，竖笛跟长笛都会。什么都不会，我当粉丝音乐好了。哎，这很棒啊。子萱前辈会弹钢琴哦，原来。我什么都不会，连纸笛都是老师给的同学。哦，真的，我也蛮喜欢吹纸笛。刘强，这位会吹萨克斯风，真的，萨克很好看。終わっちゃった。次何にしようかな。リバにしよう。子萱前辈以前直播弹钢琴的哦，真的。ミックス打つことぐらいしかできん。ダダダダ。48。ゆかちゃんがあの頃聴いてた曲でいいよ。あ、ほんと優しい。前へ進め。あ、間違った。気のせいか、公演の時宮田さんの鼻出しかなんか迷いを感じたけど。あ、ほんと？な、多分、1曲目で、1曲目で足くじいたんですよ。我其实跳出那个时候有扭到脚，之后我就其实那时候扭到脚之后，一开始就没办法跳得很激烈。Luca， 你有机会一定会看 AK48 日本前辈，对对对，其实我蛮期待的。对，好像扭到脚没事吧？现在有肿起来，可是有我有贴湿布。我爸讲呀，给他贴个
気をつけないと本当にね。因为我们其实那个高跟鞋，天使尾巴的高跟鞋，我前几天有机会穿，可是游玩之前的高跟鞋的话，当天才穿的，所以就一开始有点不习惯。迷わず頑張ってね、頑張ってる宮田さんの姿が大好き。谢谢你，好贴心哦，我会加油的。可以听 Luca 直播唱初日吗？好啊，好啊，那我等一下会唱。你上次直播说我有记得，后来鞋子换回来才能跳起来比爱心那个，对对对对，就是天使的尾巴唱完之后。是 only today， 那时候的鞋子是普通的鞋子，所以なんで初日で仕入るの？そうだよね、おかしいよね。結構激しいのに割と。でもね、可是 B 组的 River 他们一开始，他们一开始要穿夕阳的那个高跟鞋跳，可是因为太难了，后来好像有被改。天使尾巴没鞋被之前也差点跌倒，真的哦。那鞋子真的很难跳，真的很难跳。我懂，要看医生啊。可是我不知道去看哪个医生，中医可以吗？明天美玲前辈开播，好，那我会去看一下。我看天使尾巴，看到差点跌倒。对呀、啊，真的，初日真的会很感动。好歌，慢慢习惯一下，前辈都是这样过来。可是我们练习平常练习的时候只能穿普通的鞋子，可以唱吗？因为除了还没正式公开过，如果是唱日文版的，我上次直播的时候唱中文版。日文版的话，我看歌词就可以唱。如果有听过《僕たちは戦うの》？有啊有啊。天使尾巴脚的舞步也不大，应该很难跳。对呀、啊。对，很难跳，很难跳。これ当てれば治るやろ。あ、でもおばあちゃんやから治らんかも。どうかな。これ当てて治るんだったら病院行かなくていいかな。伊卡前面身高比较高，应该也很不适应那个鞋子，好像是。卢卡，初日穿日文版吗？中文虽然上海也是一样的。那我唱我都可以，夕阳歌词就不一样，好像是哎。運動してたの足見えたことないの？あるよあるよもちろん。あるけどヒール履きながら運動したことはないですよ。大体氷当ててるでしょ。そうそうそう。でもすぐは治らないよ。やっぱり。我不太清楚这个。夕阳这个操作比较。歌詞持ってこよう。よいしょ。待って、初日。初日夕陽都一樣。那我唱一下台灣的好了。可是我前面不会唱 Flying Get， 对呀、啊，等一下，因为前面不是我负责唱的，耶，どうしようかな。いや、日本語で中国で歌うか。歌詞あるかな。さっきルカちゃんの頭皮だけ映ってたけど、あら恥ずかしい。你们的言真词也很棒。对啊，努力希望接任团结，用笑容感染世界，珍惜每次的舞台。AKB48 Team TP Unit Dizzy。
你背了多久？很久，应该是看西医比较好。这几天多休息，如果还是会痛，看医生比较好。好，谢谢你。どうしよう、歌詞がないから日本語歌えないわ。あ、できる。あったあった。一人だけ踊れずに帰り道泣いた日もある。その無邪気あれ。見せずに自信を失った日もある。いつもライバルが輝いて見えた。夢は汗の中に少しずつ咲いてゆく花。その努力決して裏切らない。夢は汗の中に目を出してずっと待っている。いつかきっと願い叶うまで。去看医生时记得戴口罩。好。当時成功だったチーム B がみんなに認められるリクワイアリー1位取ったから感動があるんで、ああなんだそういうことか。その努力決して裏切らない。夢は汗の中に目を出してずっと待っている。いつかきっと願い叶うまで。这个怎么念？宏威吗？主播晚上好，晚上好。まあ今の若い子にはわからんか、ごめんなさい。ルカ晚安，晚安。听卢卡的歌声，还是心里很感动。真的吗？谢谢你。我唱一下中文的，中文的比较难啦。チーム解散して、あーそうなんだ、へえ。平凡前辈直播结束了、あー欢迎回来。音楽うるさくないから。如果没有没被放鞋只有电量。待ってこん。よし、あれ、なんかやっ星が重なる奇跡。ルカ、唱腔好有感觉。ミニコンでまさかの初日を聞いて感動してしすぎて涙出ました。なんで怒るかちゃん。あれ、私怒ってた。ごめんね。ルカにお便りしま、有的会蛮严重的感觉。没有淤青，可是有肿起来。前面是前辈唱的地方，那我就这样。找不到自己歌唱的风格，混战自己碎了一地，谁都能一个我竞争的对手，闪呀闪闪着那种光，梦想就藏在汗水之中，它是一朵慢慢盛开美丽花朵，每份努力都不会轻易被叛逆，梦想就藏在汗水之中，就如一只小小嫩芽，蓄势待发，只专注等待着，等待着花开那一刻。这一首你有多深？聚光灯如此的耀眼，在漆黑的夜晚里突然出现，清晨的那道光，那一道横空出世的光芒。不认输给了前辈，我相信中国绝对。有考虑过生日那天开直播吗？不知道哎，瑞卡中文好棒，谢谢。
我们这边要写功课啊，不知道。可是我竖着耳朵，超级卡哇伊鲁卡啊，谢谢。我现在泪水流尽之后，哭泣之后笑了笑着笑出花朵，勇敢华丽，总有一天让你感动。梦想在泪水流尽之后，不怕输给狂风暴雨，相信自己。天空里写着我诚挚的请求，超级斯卡哇伊鲁卡，谢谢你。阿阳主播晚上好，晚上好。想听 TV 版本哦，我在唱 TV 版本的，我跟他们歌词好像目前是一模一样。让我啊，梦想就藏在汗水之中，它是一朵慢慢盛开美丽花朵，每一份努力都不会轻易背叛你。梦想和在汗水之中，就如一只小小嫩芽，蓄势待发，只专注等待着花开那一刻。鲁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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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Yeah! 歌词不一样吗？嗯，一模一样的样子，只是开始的那个原声不一样。初日真的很好听。ルカちゃんのコールはルカルカちゃん、应该是ルカ。啊，对不起，只记得一句，那句刚好一样。有在想是不是都一样？对，都一样。キラン，谢谢送我蓝色姻缘棒。ルカ就好了吗？嗯。哎，リカ前辈也是リカ吗？那就ルカ。原来歌词是一样的，还在找差异说。嗯，好像是一样的，可是三个音节比较很好抠。Luca Jam 是这样吗？那就 Luca Jam 啊。紛らわしいじゃん。わかんな、でもな、考えなきゃ。其实都可以啊，超絶卡ルカちゃん这样哦，イルカ也是三个，イルカちゃん比较好。ドーナツ，もうそれドーナツが可愛いだけじゃない？你只是在说甜甜圈很可爱。梦想在泪水流尽之后，不怕输给狂风暴雨，相信自己。哎呀。もう歌詞公開していいよね。还是要イカちゃん、イカちゃん、花枝、可愛到想吃甜甜圈这样。这个歌词，哎，我写字还可以吧？見える？我那时候唱，抓不到自己歌唱的风格。膨胀自信碎了一定碎碎都能那边啊，全部判定してるけど、まあいいや。どうやったら判定になるのかな？こっち？よいしょ。OK。できたかしら？これで見える？字好美，真的吗？谢谢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山呀！ほうほう見える見える。頑張って覚えたツール。好认真，谢谢你。还有荧光笔，对，就是歌词比较难的地方。蓄势待发。そこ忘れてるよ、やめて。比我写的好看多，真的吗？蓄势待。呆发很难念，就如一只小小嫩芽，蓄势待发。只专注也很难念，只专注等待着。要加的中文字好标准，真的吗？耶！僕もテスト終わったら全部忘れる派。そう、忘れちゃうよね。なんか気が抜けちゃうのかな。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考完试就忘记前面背的东西，一样的概念。でも忘れちゃダメなんだよ歌詞は。多分次も歌。认真是偶像 ，Luca，Thank you， 好好好听，刚刚在算数学，哎，数字 ，Luca 确定粉丝名，这是甜甜圈吗？对呀、啊，甜甜圈，当当，一首，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よっこい。なんか歌いたいな。でもね、気が抜けちゃう。TTP 的中文歌詞都好難。何時までやるの？あと20分です。还有20分钟。其实这个气球原本是差不多这么大，变小了。長い、長いよね。長いよね、思った。本当はでも私 1.5 時間ぐらいが自分の中でちょうどいいって思ってる。あれ？その風船どっからもらったんや。あ、这个气球嘛，就是，就是上次。跳天使尾巴的时候的，值得纪念气球。对呀、啊，那个丽卡前辈也有带回家，超难记，真的比日本的难。对啊，快消气了。天乐老师写的词都很棒，对，其实很好听，只是不好记，没错，很好。气球本人，对呀、啊。Luca さん、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持って帰っていいのか？そう、毎回新しいのだから捨てちゃうのもったいないでしょ。因为每次都用新的气球，就是被丢掉很浪费嘛。他的一定被他们气球如果没气了怎么办？没气了就只能丢掉。现在飞不起，对呀、啊。哎，谢谢小二送我告白气球 ，Thank you。どうせ空気全部抜けたら捨てるしかないやん。そうなの。でも記念だからさ。丽卡前辈有一个年纪很小的妹妹，真的、哦。丽卡前辈的气球一定被妹妹玩坏了。原来，米娜前辈拿的那个粉红色气球是妮妮带回家的。妮妮说她想要，然后米娜前辈就送给她。没气了更好收藏啊，可以留着气球的皮，对，好像可以。第一次 Unit Daisy， 第一次跳。天使尾巴的纪念，看了这个就想到哦，那时候天使尾巴跳得好辛苦。这样，丽卡妹妹不是我们，我要刘家的气球，先给你，给你。讲到气球，送你气球，希望你喜欢，谢谢你，超开心的。言うてただの風船、記念だから。初日中文是，哎，怎么念？曼婷。可能地曼婷老师填词，我要送你气球里有 mini con 的空气哦，真的梦想就成，讲到气球送你气球，谢谢你。你是撒娇说要的吗？好像是哦，你可以问他们。我愿意当气球，哎、欸，气球是你吹的吗？不是，原本的气球是那个，里面是，ヘリウムガスの中文我不知道哎、欸，就是会飞起来的那种。丽卡对妹妹完全无解啊，她应该要给你，你才对。呀，哎、欸。这个怎么念啊？我不会念。和气吗？对 ，helium。嗯，我比较想当 Luca 的压力玩具。压力玩具吗？小林哦，你要哪一个？好，这是小林。呵呵呵呵。哦，嗨哟，嗨气，原来。水水手，哎，水手じゃないの多分。
ヘリウムガス実は少なくなってるんだよ。そうなの？我下次想买甜甜圈的压力玩具。什么？恋はいたずらな天使の尻尾。そう、天使の尻尾歌ったの。頑張った。ルカ高中背元素表吗？有啊有啊，我都背了，可是我忘记了。上大学就忘记了。ふわふわどこかへ逃げるの。我的压力玩具都被家里的猫咪玩坏了，真的、哦。我也想当压力玩具被捏好啊。好，我有乌龟面包，这是小鳄，呼呼呼，可爱可爱。想被卢卡捏好。当今的阳光。我是刚刚那个布丁，痛そう絶対嫌だ。愛のあれだから、愛的捏捏。我是面包开心，可爱的玩具。对呀、啊，我有大耳狗的压力玩哦，真的、哦，好好哦，大耳狗超可爱。卢卡平常压力是不是很大？压力玩具太多了吧？对呀、啊，就是很喜欢收集。一小梅隆板哦，对对对，你说这个吗？这是对梅隆板型的卡梅，中文叫什么？菠萝面包吗？你好多压力玩具，对呀、啊，很喜欢。カメやん、そうそうそう、可愛いよね。ルカ也喜欢吃菠萝面包吗？喜欢，台湾的跟日本的都很好吃。日本的是砂糖，台湾的比较像饼干，哈密瓜口味吗？对对对，有些菠萝面包里面有哈密瓜的奶油，很好吃。我刚刚就是当菠萝片捏，幸福。ルカ有吃过乌龟吗？哦，没有没有。スッポンは食べたことない。食べてみたい。どんなストレスあんの？昔だったらもう手芸やり。今はでもね、楽しいよ、毎日が。レッスンは大変だけど。うん。はい、行く。パー様。スッポンは亀ではないでしょ。え、亀でしょ？亀だよ。谢谢一草送我 love。这是肉包，粉红色的肉包。スッポンのが強いよ。あ、まあね、まあね。それはわかる。普通のカメって食べれるのかな？普通の乌龟是可以吃的吗？还是生日给你一袋压力玩具？ルカ、你的粉丝有一个小恶魔是。道明的是，好像小笼包，对啊，有点太小，看起来比较像小笼包。卢卡口味粉红色的，对、啊，普通乌龟没有肉，可以吃没肉。なんでファミスクイーズにしないのか。いや、ドーナツの甜甜圈の方が良くない？だって宮田のドーナツってのもあるし。他昨天把我的灵魂卖掉。大名真的是恶魔哎，阿古曼呢？那我也要当恶魔。嘿，啊，曲不能说，30分钟了。嗯，だから商標禁止になるって言ったやん。じゃあ宮田の宮田はね漢字でオッケー。漢字かひらがな。大名小恶魔。なんか悪魔の曲なかったっけ？ AKB ないか。
何歌おうかな。宮田のドーナツ。星さんって低くね。怎么喜欢宫田甜甜圈呢？是蛮好吃的。去日本的时候可以吃吃看。駄菓子みたいな感じ。これにしよう。ポニーテールとシュシュ。最初はどうする？食べたらゴムみたいだから。そんなことないよ。待って。谢谢南爷送我心动巧克力。以后你们有咖啡的话，如果会做甜甜圈当点心吗？好像不错耶。こんにちは、弾ける？弾けるって何？ピアノ？あ、でも多分できる。太陽に早くもシャツの袖口なくて多分とあ、でも弾けば弾けるけどちょっと考えるかな。弾いてほしいね。今ピアノない。唱歌好好听，谢谢。谢谢阿东。星星が聞こえてる。風の中、君が走る。砂の上。谢谢汤姆送我荧光棒。别骄傲，我太甜，谢谢。瑞卡唱歌一调，我喜欢，真的吗？谢谢你，超日子可以，瑞卡酱，谢谢，谢谢林国送我告白气球，谢谢告白气球。瑞卡是最可爱的小恶魔，谢谢你。大明也很可爱，最可爱第一名，而且声音很高很好听，真的。ありがとう。感谢妹妹每次都提供房间，对啊，还好有她的房间可以用。性格が悪い女の子と組めるあくまでも出てくる。あ、そうなの？ありがとう、教えてくれて。ジャケシャはもうペーパーちゃんね。あー那个是天使の气球。あ、对了对了对了。我带回家了。ジャケシャはもう我想要。ルカちゃんに似合うしね、性格が悪い女の子。そういうこと言わないでよ。ねえ。私優しいよ、本当は。现在是恶魔的尾巴。好，那我留下那片天使尾巴。我超级想去拿的。恶魔的气球。对，立刻前辈带回去了。然后妮娜前辈的气球的话，你带回家。僕のコメントも返せない。チャーリーがそういうこと言わないようにして。だってさ、だって、だ、伊真前辈的妹妹可能弄坏了。你可以问伊真前辈。你只要撒娇一下，大家都会给他的，有可能。剩下两层是什么？剩下两层就是他
じゃあ僕がルカちゃんのことめちゃめちゃ褒めてたらどう思う？え、素直に嬉しいです。素直に嬉しいよ。公司可以收压力玩具吗？应该可以吧。哟，吃了就不行，可是那是玩具，应该可以。露卡妹妹比较乖。露卡妹妹还没回来家。我一定会去问，好，问。说不定他的气球也变这么小。じゃあやめときます。なんで？那道尔狗重新包装给你。欸？真的吗？好想拿回家。我也要给露卡寄生日礼物。真的吗？这么好，谢谢你。官网有写送礼规范，可以去确认看看。有问题就寄信问你哦。原来官网有写这个。看迷你控才知道妮妮很会撒娇，对啊，妮妮蛮会撒娇，很会撒娇。哎呦，好的，勇往直前。卢卡不是恶魔，卢卡是天使之弓哦。三梨县的方言。つ何々つこん天使っていうことっていう意味。看ルカ想看ルカ撒娇。ミナ前辈，我要你的气球。可是妮妮直播比较没在撒娇啊，是吗？他可能，我也不知道哎。给你米娜前辈的压力完全不行，我不，卢卡撒娇，不敢。今度風船3つとも持って帰る？啊，でも天使尾，如果我要三天使尾巴的话，其实我蛮想带回家。卢卡前辈，我也要你的气球啊，好可爱哦。你常对卢卡撒娇吗？欸，我想一下，还好。跟 Mina 撒娇，他应该会给你哦。Mina 前辈的脸颊就是最棒的那个压玩具。对，我也好想压压看。卢卡多诺的 campaign 的吧？你常常跟你吧瞎撒娇。哎，是不是有天使？哎，天使好像不错。天使的尻尾長そう。コメント拾われてないから開催しなくてもいい説。え、何が？妮妮会很常跟怡珍撒娇吗？不知道，也可能要问怡珍前辈。可以跳尾巴了，嗯。天使的尻。可是天使的尾巴，上海的跟台湾的歌词不一样。那我唱一下日文的，可是我不是。ルカ撒娇叫ミナ姐姐，她可能真的会很开心。可是我比ミナ前辈大几个月。是天使好适合，谢谢你。どれがいいかな？一番上のでいいか。天使の尻尾のオリジナルメンバーの一人が僕の推しメンになったんだよね。あ、そうなんだ。ルカチチエ、おう。みんな、そう、他想被叫姐姐。あ、真的。みんな姐姐、あ。みんな姐姐比前辈好听。我平常叫他みんな前辈。他撒娇。破坏力应该很强。あ、我撒娇吗？ルカちゃん長女。うん。そうだよ。天使の尻尾の歌詞。お兄ちゃんとかいないの？欲しかったけどいないの。私長女なの。
十点了呢，两个小时了。那听完这个就关播，天使啊！会不会操作？随着风飞到哪才降落？爱就像孩子般的滴答答的天使尾巴，一下出现一下不见了却乱锁，曾经的阳光太遥远才在分岔，也一样没办法，我只好在桌上感觉悄悄隐藏，故意对你不理不睬你的住所，躲在角落旁远远的眺望，在自我也知道一个人逞强，呼呼日文的扣跟台湾的扣好像是一样的哈，谢谢 Lingo 送我啾啾。粉丝迷为什么是甜甜圈？因为海豚会吹甜甜圆圆的泡泡，很像甜甜圈。谢谢 Happy Love 送我告白气球。这是唱哦，这一次我要唱的。不行，我现在满脑是当天的场景哦。丽卡前辈在我的左边，中间是米娜前辈，超可爱，谢谢。换来要去换来换去抓不住他，第一次遇上该怎么大家在猜想，也迷惘不投降，总有天命运的方向悄悄变化，一瞬间是寂寞随后默默转场，我觉得不是因为光甜甜圈这个产品哦，也可以这样说。刘佳，我听不清楚你讲哈，你应该不会不高兴吧？有一要看，一个的你有哈，这样是 OK 的。那名字是甜甜圈还是甜甜圈？第一个甜是好甜的甜，第二个甜是光甜的甜。如果讲不可能，西面都不去上阵啊，送人的。现在有点后悔没去甜握手会，真的很可惜。有这个产品，有在日本有，真的有卖。台湾人听不清楚就讲哈，好像是哎，甜甜圈，甜甜圈。天使你说的是呢，首相没卷了、啊、噔卡利还可以填吧，有满吗？诶，好像还没卖完呢，跟你讲黑鸭也没关系，黑鸭是 OK。 我也是甜甜圈，诶，真的耶、啊、我现在才看到你的名字后面有甜甜圈。ドタナツって何？お疲れ、ありがとう。じゃあランキング読もうかな。ダンダン、没钱了，不能去沃鲁卡。哦，真的好可惜。是田二七生。美玲说她不要粉丝名。哎，美玲前辈没有粉丝名吗？我好像对。哎，我不知道她的粉丝名。放卢卡推可以吗？嗯，可以。哒哒，三名はあったけど気に入らなかった。啊，そうなんだ。还好我每个成员都有填。哇，这么厉害。二期只有填 A， 棒。有填了，谢谢 Lingo。男孩满满是卢卡的尾巴。好的，就买不到专辑了，是因为卖完吗？好的，僕もルカちゃんの握手券あるけど絶対行けない。あ、でも買ってくれたことは本当に嬉し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本当にありがとう。二期好像都有去啊，真的，没关系。其他二期生一定很开心。
已经没货了，真假的？为什么竟然有？现在买不到，真的？リンリン目当てなんだけどね。あ、本当？リンリンか。那其实我也只有甜。哎，真的吗？谢谢你。哎，要登记，入卡列很期待。好，我也期待。等嘛，都过的。有甜到，入卡一定要找。好，谢谢你。Happy 本来说想要舔玲玲的，后来被露卡，真的，原来。でも嬉しい，还是很开心的。玲玲的ついでにルカちゃんダクシュみたいな。あ、本当？玲玲か、玲玲。我专辑买了，不过还没听。好，那现在可以听了。那齐生，我也只有舔露卡哦，真的吗？ありがとう。而且生日会也为了你买，谢谢。不要理他们哈。なんでそんなに納得いかないみたいな。私リンリンと性格ね、多分ね、正反対だと思う。他们是我朋友来乱的，真的吗？いいかなじゃん。生日会。买好甜好福利好期待，真的。知ってるわ、もう何回配信見てると思ってるの。うん。だいぶ違うでしょ性格。リンリンと話してる時がね、一番年の差を感じる。ニーニーとはそこまで感じないんだけどね。よいしょ。ルカ看过台湾偶像剧吗？好像没有诶、欸，对不起。偶像剧，应该一回り違うじゃん。ルカ注意时间哦，真的真的，哎，谢谢告诉我。好，我要念了。ちょっと待ってね。等一下哦。ルカ要加班了。よし。好。今天的第十名是傅威，谢谢你。第九名是卡丘，谢谢。不要加班啊，对不起对不起。第八名是陈宇 ，Thank you。第七名是玉草，かな？玉草，かな？ありがとう，谢谢你，谢谢你玉草，卡丘，谢谢露卡，不会，谢谢你。第六名是超哥 ，Thank you， ありがとう。第五名是尼哥，谢谢你。第四名是小二，谢谢，ありがとう。第三名是 Ben， ありがとう，谢谢你，谢谢。第二名是 Lingo，Thank you， 谢谢。然后今天的第一名是 Happy Love， 谢谢你，ありがとう，谢谢，辛苦了，礼拜四见。哦，你们都记得，谢谢你。おやすみ、おやすみあたるかちゃん、おやすみなさい。一首Happy Love 又第一名的厉害，对啊，他超厉害的，真的很感谢你，辛苦了。安华晚安，刘佳晚安，ありがとう，晚安。辛苦了，会准时签到的。ありがとう，谢谢你。好，拜拜，谢谢露卡，真的要小心。ありがとう，谢谢你，晚安，拜拜，お疲れ様、ありがとう。喂，露卡酱，おやすみ，おやすみ，拜拜。我会早点休息的，晚安。辛苦了，露卡，晚安，晚安，拜拜。